Can we have a look at your feet? Okay. Can we touch? Yeah. Oh, this is 比较软啊，可能有一些地方已经有一些水泡的感觉。Okay. Just some. Do you feel pain? No. Oh yeah. Do you feel hurt? A little. 有一点点哈，这儿有一点点水泡，起了一点点水泡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成功了。这个吉尼斯纪录属于他，折返一百米。Thank you.Okay, Scott, congratulations. It's a new Guinness World for you. Thank you. 哎，祝贺 Scott 啊，这先生真不容易啊，折返一百米啊。我们再一次见证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诞生。今天我们在现场已经看见了好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了。对对，我们的两位同行也挺辛苦的。是是，谢谢，在那边又冻又烤的哈。但毕竟结果是这么令人欣慰的，而且我想大家肯定和我们是有同感的，就是说在见证这些纪录诞生的过程当中，一方面觉得他们哎呀真了不起，真替他们骄傲，一方面也感觉到他们的不易，每一项纪录都来之不易。像刚才这项纪录呢，是一个外国朋友在中国创的，我想可能不久就会有一个中国人向他发起挑战，相信一定会是如此。哎，分享世界之最的刺激与快乐，正大综艺吉尼斯中国之夜将会连续为大家播出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。谢谢大家，下期再见。谢谢。真奇妙，我们都给你，只要你。